乡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我们出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上调频公布网89.3做了播出，每天的9点到10点这段时间来讲，坐伫这个播音室啦吼，真正身有时候是人讲辛苦伫家啦吼，但是声音伫外口，但唔知讲今日去讲了呢吼，唔知有去下掉吼，咱的孙阿叔这恁的心意有印心有印到无吼？讲了是不是吼？我们听了吼会很清楚明白。所以我上界欢喜的一点钟的时间哦，就是伫这个发射然后呢吼，会当吼咱的音声传哦足快，吼咱每一个孙阿子呢吼，拢会当吼去抓准自己想要的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款，你要爱嘛无同款。那么我讲的吼最主要是平常啦，咱讲平常心是多啦，咱希望吼找回咱家己的本真啦吼，达干呢吼会当。找到你想要的快乐泉源呐、啊，做完伫倒位，幸福伫倒位啦吼，想法伫倒位，观念伫倒位，迄、那个观念伫倒位是咱平常是抓准定位啦吼。你若抓准定位，按、你的定位在一个吼乐观进取，啊就达干的你拢用的这种啥？这种结合缘欢喜心，然后我相信讲每一个人的思想观抓的准啊，咱对当哎找到咱家己想要爱的未来啦，咱互相来加油打气啊吼！来，今日呢，头对信过来安排一对吼咱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灵感真言吼，灵感真言。今晚所收听一段非常好听的咒语，然后那个菩萨的教导，菩萨的教导，和咱人情方向，然后咱这个节目呢，就是咧劝善，然后啊，咧讲一寡吼啊，千百千百的道理，来甲咱家道亲来共同来分享，然后那分享什么？分享啊木。母娘还是母想分享，咱的咱讲佛菩萨吼，伊会甲恁讲的，咱一句话若有听入去，
咱都要去产生着啥五执，啊，咱看法，就即执着无形的石头呢，定定去甲咱压着咱的，咱的这个心境啦吼，咱无法度轻松的生活，啊，咱不懂生命的哲学啦，啊，怎么吼，能够得到正理的开导？这句话就有理的呢。咱烦恼是安怎产生的？对不？啊，咱烦恼吼，为对产生的。咱定讲，咱付出布施开始，吼，咱每一个人，你要从学习呀，吼，学习法布施，还是讲学习讲话，吼，学习一切都是布施，吼，咱讲一个严师，一个欢喜心也是布施啊，吼。所以菩萨，你嘛是安尼教咱教，不你嘛是安尼教咱教。咱先学为这个小部分先学，付出了布施开始呢，吼，了后呢，啊，有了付出。啊，咱的烦恼就减少一挂，因为真正咱悟啊，咱知啊，一切吼拢是因为烦恼啊，这个烦恼一个我啊，一个开始的三生啊，所以咱就去三生就啥，咱讲一个我字啊吼，所以讲我集中的无形吼，咱有一粒加大粒的石头去给咱对伫咱这心肝内底，吼，咱无法度去甲轻松生活。是因为咱悟不透，其实咱听讲菩萨给我们的力量是什么？以后咱的力量是啥？是正知，是要你了解，要解决任何的代志，你先爱产生力量，啊，迄个力量呢，是爱伫你家己的心肝底所产生的信用，这个信用会产生很多的力量，因为咱讲信用伫这个人生当中啦，会当。哦，让我们呢，哦，正思维、正能量，啊，所以咱唔好呢，把这三生五劫的这石头呢，啊，常常去压在咱的生活当中，让咱都未轻松了吼。所以，咱无量菩萨，也是讲这心性菩萨，安尼甲恁讲，生命要活了有特合，啊，咱要安怎伫这个正理的开导，好、哦、人生。咱每一个人拢有起心动念，所以有心就有灭，啊，有心就有灭，你放不了流动起伏，安尼就真正足辛苦的啦吼。每一天，咱的心里面的一些吼、哦、啊不好的事哦啊，一直呢在咱这个吼、哦、流动起伏当中呢，起起落落，干扰咱的困眠，干扰咱的生活品质，干扰咱足济足济啊，因为。咱也是同款的吼，放未到咱这个无形心肝底内底这个五执这粒石头。所以讲，先生共同啦，共餐的分享，还是要希望啥？希望讲咱的孙阿姐伫这个吼啊，不管讲灵学灵修啦，是讲咱要去分享啦啊，咱这所有的种种，咱嘛希望吼每一个人啦，咱较早有一句话，吼咱。每一个生活当中，在这个一生中，咱拢是啥？流失了很多宝贵啊的时间，而去追逐不应该啊属于你的啊。所以咱讲哦，好好啊，工作，好好啊，做，好好啊，好好啊，好好啊，去尽力修行。在这个念下的一念，抓住自己，做好自己。好、哦，啊，你也抓住自己，做好自己，然后。啊，咱若要讲起来讲哦，啊，得听起来敢那真简单啦，但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啊，另外来讲哦，两个人的想法，两个人的想法，吼、哦，会产生一个成功，吼、哦、啊，一个，一个是伫迄个所在咧懊恼，吼、哦，伫伊的人生中呢，吼、哦，他为什么是频频发生同样的事？为什么是信念不一样？信念不一样就会把后面的，吼、哦，咱讲未来啦。哦、一个想法正确跟一个想法不正确、哦、流浪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就不一样，不一样的结局了、哦、我们来说两个、啊、信念的高度决定人生的高度，就是说只要有两个人、哦、同样的运命，但是他不了解的时候、哦、我们要为故事开始先讲故事，然后我们再来、哦、分析人的想法念波为什么会一个成就，那一个还在原地踏步。这较早咧讲德州女儿吼，哦，有一个吼专门咧卖阴险器材的这个企业家，有一天咧吼，伊在餐厅食饭，听到有人吼用这个啥拐啊，
在卡这个吼涂骹的声音啦，那么伊就知影，伊知影讲啊，这是一个吼盲友啦，吼目睭无看的人。于是呢，伊就轻轻动了一个身躯呢，暗示对方，吼讲我伫遮哦，意思就讲啊，我人伫你的头前，你莫搞我，莫搞我用你的拐甲我拉着。伊就轻轻啊伫涂骹，吼意思讲发声一个。啊，好，这个吼、哦、无看的人呢，知影讲伊伫面头前，然后这盲人发现前面有人，就停下脚步，爱都甲面头前的这个先生讲，然后伊讲我是一个吼、哦、无看的人，但是请你甲我斗三工啦。啊，这个女友呢很客气的说，没问题呀、啊，吼、哦、你要爱我甲你斗三工先。好，啊，这个吼、哦、无看的人呢，就提出着一个皮夹，伊讲吼先生，哦这是全新的金皮。诶，这个皮甲，吼、哦，你看会到，你就知影讲，这柔嫩会发光的这个皮甲，吼、哦，介俗，吼、哦，阿妈吼，介好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卖价钱真俗，一个才5块尔，啊，你是不是当帮忙我，吼、哦，把这个皮甲呢，吼、哦，来给这善缘啦，意思就讲，皮甲我卖你，啊，你就等于帮我一个足大的忙，啊，即嘛吼，这个女友立刻呢拿出钱啦，伊讲，我是不。不缺皮包啦吼，但是我真愿意甲你买物件，啊，所以讲这个钱乎你呢，你都唔免走啦吼。哇，啊，即嘛吼，这个盲人呢，你摸这个钱真准呢，伊知影讲，哇，这张是一，吼、哦，一张100块，伊才要卖5块，而这个皮夹，伊提好也是100块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真欢喜呢吼，连连呢，一直甲碎多些皮夹要乎伊。但这皮友甲讲，我无欠皮夹，是因为吼、哦、啊，你来推销，我感觉这个皮夹嘛真好。但是你也使讲卖予别人，因为我无欠这个皮夹。那么这个100块呢吼、哦，你就怎安尼提起？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即嘛这个吼、哦，目睭无看到的人讲吼、哦，你是我吼、哦、看过上界好心的人啦、啊，真正真感谢。啊，这女友要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吼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青年的人呢，佮伊讲，讲先生，其实吼、哦，我唔是出世就青盲呢，吼、哦，我并唔是讲生落我就是目睭无看，我是伫20年前哦，这条街啊上的餐厅发生大火的时阵，我是伫内底咧用餐呢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去破机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我是因为伫这场大火当中，我受伤失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即马都到处咧流浪，然后都敢那半闲去。半卖物件安尼来咧生活，但是吼、哦，我感觉讲吼、哦，我的命真艰苦就对啦。一世人为什么为着迄场，而这个大火，啊，我几乎毁了，吼、哦、啊，而且咧吼、哦，又没办法吼、哦、啊，让他自己温饱啦，就是咧工业过去的对。啊，结果这个摕100块吼，伊的这个女儿啦吼，伊嘛该拍拍肩膀啦，伊讲吼，不瞒你说啦，我也是，吼、哦，我嘛是。在那场大火中受伤的啦，啊，我嘛是目睭无看，而且呢，我的面呢全部毁容啦，吼，啊，你无看，你会使用望的，你甲我望看麦。啊，即么两个人拢是同款在那场大火所发生代志的吼，即、这个女儿呢，伊讲，我唔是干那目睭无看，我受的伤呢，有可能比你较重，我的面呢几乎全毁啦，啊，所以你用我的手甲，你用你的手来望我的面望看麦。哦，这个吼、哦，摕到100块，足感恩伊的这个盲人呢。听到讲，伊嘛是感恩伫迄场大火呢所发生的，伊的伤个比个较重，他很错愕啦吼、哦。这个时阵呢吼，伊、哦、就真大声讲啦，伊讲神对咱足无公平啦，吼、哦。为什么咱感恩拢是受伤啦？为什么你会当成为一个有钱人呢？吼、哦、啊，白白你嘛目睭无看，我目睭无看。为什么呢？吼，啊，你也当成为一个有钱人，哇，你来帮助我，我确实落魄潦倒啦。咱即嘛吼，为什么讲故事？这也是一个真实啊！吼，啊，这女友笑咧咧讲呢，伊讲这个问题你问了真好呢。其实受伤的时阵呢，我并无感觉讲命运对我是一种悲惨，吼，我嘛无感觉神对我无公平啦。是因为我失去了视力，吼、哦，我无看，所以我的更加爱有这个敏锐听力，所以我用我的耳孔来分辨着这个音响的声音、音响的好歹。所以呢，我开始研究，
用我的耳孔开始来研究，来创作这个音响。好、哦，最后呢，我是到最后呢，我靠着这行呢，功成名就呢。所以我相信啊，伊就安尼甲讲啊，甲苦劝啊。伊讲任何表面的不幸，拢是咱讲吼，上天给咱搁较大的祝福，而且是时间会当证明咱的信念。时间能够证明信任，啊，所以你讲吼，咱你也看咱人，咱哦思维呢，当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啦，啊，行为当决定一个人的习惯，啊，习惯呢当决定一个人的性格，吼，啊，这个性格决定了命运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是什么决定了咱的思想，啊，就是这个信念。哦，咱今嘛讲这是简单啦吼，要予咱呢，都清楚来讲吼，这个卖皮包的嘛是同款，迄个代志所同款，迄间餐厅所发生的，所以两个人吼一遭遇，为什么到尾也无同款？就敢那后壁，吼、哦，这个女儿所讲的，吼、哦，我受伤无并无比你较轻，但是我了解，吼、哦，了解讲我已经失去目睭啊，但是我用我敏锐的这个吼。哦的耳孔呢，吼、哦、来分辨这个音响的好歹，我一定爱徛起来，我袂使总爱倒落。啊，因为我失去视力啊，吼、哦，我一定爱阁另外找出一个出路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两个，吼、哦、就伫迄个所在吼，讲了后，吼、哦，然后呢，伊只后边个讲一挂吼，吼、哦，咱讲加油啦，吼、哦，我会当成功，唔是偶然呐、啊，我也不是，吼、哦，是因为我无放弃。因为我家己知影，我爱找另外一种出路，我才有法度生存。所以讲啊，伫这个人的决定，吼、哦，行为的决定习惯，习惯决定性格，吼、哦、啊，性格决定命运。啊，所以咱决定了你的思想，啊，你决定了你家己，你要安怎做，你才有法度改变。既然视力就没办法讨回来了，都已经是这样啊，那么咱来另外找一个出路。所以吼、哦，咱。那有这个故事当中呢，吼，啊，恁嘛是，哎，看出的讲吼，每一个人呢，吼，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呢，吼，只是讲认命，甲无认命，认分，甲无认分，安尼尔，啊，也要去改变，甲未要去改变，吼，你未晓改变的，你就是伫迄个所在，原来万谈，原来对你家己的人生呢，吼，已经无够较好的取舍啦，你就会在原地用你家己的生活方式。好去生活，啊，哪会当突破改变啊？那就是说，我们不怨天也不尤人呐、啊。安尼，甲这个吼，另外咱还佫有这个好的器官呢，佫提起来用。另外，用无同款的思维佮勇气，吼、哦，去面对你的未来。哎，虽然你嘛是一个残障人士，但是你后来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吼、哦、生意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想法的改变呐、啊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你听这段诸行经声。诸行经声。
现在所收听这个好听的信息，我们就收听到这，感谢十天必生公我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机的道歉，我们加控我啦吼，咱离咱六月七十的圣书哦，禅书公啦，五路交在金禅书公的这个吼，咱讲圣书啊，就是讲伫这个六月七十，咱向吼啊，这金禅书公就是咱老海禅祖师出世，然后呢吼，咱就做一科吼啊，咱讲伫这个六月七十的这个，咱讲开天窗补。补库啦，补财库啦吼，啊，开天窗补财库，吼，啊，咱也是要吼，啊，要报名，伫远路的话，虽然这门楼没像是这样，拜五呢，阮无休困呢，安尼若无人无去参加，敢会使？吼，咱即马就是讲，你甲咱这个吼出生年月日啦吼，也是咱的四条，咱补本的。原神本命库，最主要是你的四条最重要，就是出生年月日。吼、哦，人讲四条是咱上天，吼、哦，咱出世的时阵，哦，和咱的上界好的这个，不管有个人讲我的四条算出来，咱是好运啊、歹运、好运、歹运，拢是四条未当改变的。一旦改变的是后天的思维，一旦改变的是做啥？啊，咱爹讲有福报，那当然啦、啊、吼，就会什么趋吉避凶。啊，咱人讲福报为得来，就是咧讲添福啦吼，添福、添财、添寿，这种的这是有咱这个吼，啊，咱讲有可以咧做，哦，啊，咱用安尼方式啦来做一个填补啦吼，做咱本命这个填补。啊，所以讲咱若讲拜五伊敢无方便，无来，咱用吼、哦，咱讲电话报名也没关系，只要咱的四条咱文书甲你写甲真正确。四条真正确，补课就补在咱的本命，咱的本命四条原神来对面啦。吼，伊会做咱的事业啦，吼，做咱做生意的缘啦，吼，做咱一挂财气，吼，财力。啊，所以讲，咱的这个六月七十这天，就等于讲咱已经，咱讲为正月来个芝麻拄好已经六月半年呀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佮冲一下电嘞，吼，加一下气嘞。好，咱家己的灾苦灾运呢，佫较巴足。好，咱五路交在金禅师讲呢，吼，伫咱慈天必生宫是占到一个灾水位的地理啦，吼。啊，咱呢，好，咱哦，五路金禅师讲呢，来给咱斗三工一下呢。啊，好，咱知影一下吼，六月七十，啊，咱要报名就要用卡电话啦，吼。啊，有咱的需要这一点来问嘛。啊，费用呢？费用咱就是吼，啊，咱伫这个交咱家己的灾苦。啊，这灾苦每一分啦吼，啊，咱就加上了这个吼元宝，啊，加咱啊，伫这个招财宝顶关，吼，咱所有的甲恁写伫恁的，吼，这个名还是讲公司行号，吼，伫咱金禅师讲遐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咱伫迄个所在可以做，啊，咱一分就是，吼，咱讲交苦这部分，吼，咱就是3600，然后3600，啊，都定义呢吼。啊，做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唔免讲特别去跋杯，吼、哦，咱直接落去参加的这个吼交债课，啊，就是三一分就是3600费用，安尼甲咱讲一下吼、哦。啊，不管讲咱是咧做公司啦、大经小经啦，咱是咧做生意啦、小生意、大生意，也是讲咱咧政务局啦，大家拢爱。咱讲人要做好事嘛，就爱啥，身躯边嘛，就爱有福报嘛，有钱啦。啊，这个债课有时时啊，咱一半摆讲吼。仰仗着上天吼，啊来甲咱斗三工一下，后壁面咱家己呢吼多做吼多，人讲多做多布施，当然这个福报就愈来愈多啦吼。啊一半摆啊，互咱呢吼神仙甲咱斗帮忙一下，甲咱提一下，吼，反正咱肩胛头卖较轻松啦吼。啊，以上这是咱六月七十，吼，咱讲补财库这信息啦吼。咱的师兄咧，伫赖啊吼，伫问讲，梅香师姐，啥物叫做四道行呐？吼、哦，四道行这句话，咁，吼、哦，咱讲有这个典故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四道行的人生哲理？吼、
这个来对面会当加减迄个解说这个无？四道行吼，四道行哦，伊来对面是咱达摩大师呢吼，达摩啊，那个达摩大家拢知啦吼，达摩伊个这个人生的这个特例来对面吼，伊个分作四个部分啦，吼分作四个部分，才叫做什么？才叫做四道四行道啦吼。咱有时咱听讲吼，我们人生有四个学分啦，上面看的学分，上面看的学分，那四道行伊嘛是一个人生的特例来对，吼啊，所以咱讲达摩大师呢，对中国以来为着要教伊的弟子创立了这个达摩禅呢，还特别立了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达摩祖师所立的规矩啦，吼、哦，叫做四道行，哦，要求弟子呢时时爱，吼、哦，时时刻刻爱锻炼家己。好的生活中呢去体验，然后呢去磨练，久之定力必增啊，所以人讲慧性伊嘛就展现出来。哦，这是达摩大师呢，伊主张啦吼，主张爱实践呢。好、哦，他主张要实践的，嘛就是讲吼，咱什么组织成为一个因素，吼、哦，所谓的行日，吼、哦，初步。吼、哦，咱定咧讲行日，伫咱这个初步万行者，吼、哦，也是讲伫咧随缘行者，也是讲伫咱这个无所求行，吼、哦，速清法行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个达摩祖师咧讲的这速道行啊，包含了深刻人生哲理啊，吼、哦，咱呢这段吼、哦，咱啊既然啊咱要了解，吼、哦，这个速道行包含了。哦，咱人生的这个特例，咱对咱人处世啦有重要的指导的作用。那么呢，我们就是把四道行的人生呢略为介绍了哈，略为介绍一下哈。四道行中的第一行是什么？人家说报万行，为什么报万行？因为意思就讲所发生在咱的身躯，也这个爱憎起因，拢是情，咱讲俗。就是讲宿世嘛吼，所做的，咱会予咱家己当下来修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叫做吼、哦，第一，咱人要修这个四道行的第一行就是啥，叫做抱怨行，吼、哦，伊的意思就是咧讲吼，咱即个所有种种啦，吼、哦、爱憎，吼、哦、啊是讲恩怨，吼、哦、咱伫宿世内底所做的，吼、哦、咱即马呢，伫咱家己当下要来承受，啊，既然伊都发生啊。那么我们就要承担或接纳，吼、哦，咱承担接纳，吼、哦，咱这不如意的果报，吼、哦，不如意的果报，吼、哦，咱不要呢想着去逃避它，毕竟呢，那是解决，吼、哦，不是讲吼、哦、咱去逃避就能够解决的事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已经发生了，那就必须去承担它，就是咧讲咱最直接的面对，咱家己的命运的态度，你就是。在抱怨行里面，吼、哦，是报怨来底面，吼、哦，你一定爱哪，人讲去克服啦，要改变才能够超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若是讲咱去拄到一挂不如意的，吼、哦，万分咱来勇敢，要哪去甲解决，唔是躲避，它不是逃避。我们最好的态度就是接纳，逃避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。所以咱当咱勇敢去面对的时阵。咱毫无怨恨的接纳，然后才能够去平静，好、哦，咱要去平静这个态度，开启这个智慧，然后呢去好好去想办法去解决哩、啊。所以有一挂代志，咱看起来敢那袂舒服，很糟糕了哈、哦。但是你只要坦然，用你坦然的态度去对待，好、哦。这所有的种种会慢慢来减轻啦，然后呢，好、哦，咱再着手的去解决它。所以这个妈祖导引呢，伊嘛捌讲过吼，伊讲照破一切有无诸境是金刚慧啦，哈，金刚慧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讲咱接纳一切不如意，咱对当照破一切不如意，好、哦，咱照破一切束缚，好、哦，咱才有法度喏。咱才有法度把这个啥，把咱必须吼，咱所接纳的这种种无好的因素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开始呢，吼、哦，定向好的，啊，如果呢，你因为咱唔敢去行动，唔敢去接纳，唔敢去吼、哦、面对，那么你就是
一直闪，这世人闪过一世人，后世人嘛是搁闪。好，所以安怎闪？咱这个报怨这两字，在因果里面还是没办法离开啦吼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四道行中呢，第二个法则就是讲啥？一个讲到一个随缘性，随缘。好，咱在讲吼，在修法当中，咱定挂在个嘴边的一句话啦，哈，就是在讲啥？在讲。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常常认知的一种是自然对生命的态度。哦，这就是讲哦，随缘呐。哦，要安那随缘。啊，较早吼，咱捌讲一个吼，咱讲小和尚啦吼，伊就甲这个师父讲啦，讲要野草籽啦。吼，可是呢，吼，草籽野落的时阵呢，哇，才刮一阵大风，这草籽才唔才飞倒去。啊，这个小和尚呢，伊就甲这个师父讲哦，讲嗨呀嗨呀嗨呀，我拄只要讲要野草啊籽开草啊花，结果呢一阵大风来，遐草籽来飞倒去。师父就甲讲啦，啊，吹走了多半都是吼，啊，咱讲轻呢，吼，啊，所以讲飞走就刷，吼，卖多遐想，吼，就是让它自然啦，吼，让它自然。但是呢，吼，佫一下下你佫看到足济鸟啊呢飞来滴。我甲食遐草啊籽呢，伊就甲师傅讲啦，啊，敢爱去甲遐鸟赶掉，伊讲唔免啦，伊讲这是自然啦，吼，草啊籽无可能食甲完，啊，所以讲随遇嘛，吼，等于家己自然啦吼，啊，这大自然的物件，啊，就是压落去，风吹一挂去，鸟来食一挂去，哎呀，够留一挂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如果拄着落雨的时阵呢，啊，这草啊籽呢，又够会留一挂。到底有多少会在这个原地所在吼来发芽？啊，这师父就该讲啊，随时啦，吼、哦，就看着它，吼、哦，用最自然的方式，风飞去也好，鸟啊食去也好，雨流去也好，都免甲烦恼。吼、哦，你要让它在这里随缘呐，吼、哦，看到有一天，好、哦，你撒了下去，在里面的这些吼、哦、嫩嫩的小草。它就会、哦、慢慢的发芽，啊，这种的随意，对的，跟你讲，一切随缘是一种乐观的心态，哦，伊爱叫咱唔忙急躁，哦，唔忙急躁，不要急躁，不要抱怨，不强求，不悲观，哦，伊就是一种智慧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随缘行，抱怨行了后，哦，咱后面还有一个随缘行，好、哦，就直接叫咱讲哦，不强求，不抱怨，不悲观。哦、不急躁，伊是一种智慧。一个人一旦会当凡事随缘呐，伊思想必然豁达。哦，那生活嘛，自然的淡泊宁静嘛，那是一定的吼、哦。相传呐、啊，哦，咱较早吼，这道信呢，过这牛头山，我咧找这个法融呐，这法融呢，请来到内底面，这草庵内底，这道信行入的时阵哦，发现内底面哇，那起这么侪老虎甲豺狼。老虎跟豺狼，伊就那举起双手，很害怕。这华容看到伊就甲讲啊，伊讲吼，唔免惊吼。伊讲啊，你是咧惊啥？吼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吼、哦，咱讲一个人常常看到吼，能够虎豹豺狼，你当然会怕。但是跟他相处久了，你就觉得他也是有灵性的啊。所以人讲吼。啊，这个道信的反问来讲，这是先来讲法用的无为可答。吼、哦，四座惊吓的时阵吼、哦，当然呢，他自心流露哦，法融吼、哦，却吼、哦、感觉了吼、哦，为什么你有这种念头啦？这道信就甲这个吼、哦、法融讲啦，讲佛在吼，那讲佛就在自心中，一个人既不外境。旁求啦，也不刻意成心，既不作恶，也不挂善。吼、哦，如咱自心随顺自然，无挂无碍，任意众行。安尼呢，咱就当体悟到行诸自我，触目故缘呐。吼、哦，即所有一切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在讲着讲吼，咱不求。吼、哦，人呢，只要随缘度出生啦。吼、哦，咱这个吼、哦、人生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讲闲事常无明，为什么讲咱唔通为着庸俗来起这个无明？人生呢有足济足济啦吼，伫生活上、现世上，然后啊有很多吼、哦，都是因为一些闲事而让自己充满怨缘呐、愤怒
啊，所以讲咱的受训的经书内底面，总是予咱安怎愤愤不平，所以无名的困苦，伫这境界内底，予人只有，人讲随缘放下，啊，咱才会当予咱的心态平和啦，思想清明，嘛得发挥咱人的潜能、甲智、甲才智，予咱才会当得到啥人生的喜悦。所以人讲，这个四道行内底其中吼，人讲抱怨行、甲随缘。生活中的随缘中实现，但是讲心地嘛是随缘中的成长。啊，每一个人拢是根据咱家己的迄份生活，咱才会当成就咱家己的因缘的人生。啊，所以唯有把握咱家己，凭着自己的实际能力，吼、哦、如实地发挥啦，安于当下。人讲放空随意，咱就是如来生活，吼、哦、如来生活呢。那么四道呢？吼、哦，第三项叫做无所求行啊，无所求行，无所求就是放下，也就是空，还是咱来讲什么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有一个典故啦，吼、哦，啊就是讲吼、哦，有人提花来献佛，佛陀就甲伊讲啊，放下，啊，迄、那个人就将倒手提迄个花瓣来放落来，啊，佛陀又甲讲放下。啊！迄、那个人又阁甲这个正手摕这个花瓣嘛放落来，那佛陀又对这个人讲啥？放下。迄、那个人讲啊，我会当放的，我已经拢放啊咧。我即马两手空空啊呢，啊，为什么要阁叫我放下？啊，你到底是要叫我放下什么呢？啊，佛陀就讲啊，我爱你放下的是你，同款嘛是无放下，因为我无叫你放下的，你全部拢放下。啊、我叫你放下，你煞无放下，为什么？因为花瓣是不是有放落，并无重要啦。我要爱你放落，是讲你的这个绿尘绿色，甲你的心已经吼、哦、啊，有这所有的种种杂念。啊、哦，我唔是咧叫你放花瓣，你放的是有形的啦，啊、哦，有形的花瓣。但是我要爱你放落，放下是绿尘绿色。吼、哦，在你生活智库当中解脱出来，吼、哦，人家懂得真正的生活，放下两个字，我讲起来是真容易啦，真正你要给它施行起来，确实很困难。啊，所以人讲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有人呢啊追求的，吼、哦，不管讲放得下的权利名势也好，啊，咱放得下还是放不下。好、哦，即所有感情事，有人伫嫉妒内底，你嘛放不下。伫世上有真正的放下。所以讲，咱要讲放下不是那么简单啦吼。所以有时阵吼，咱得讲每一个人吼来到这个人世间，讲放下放下，不是用嘴讲的，放下是以咱讲率时事物对境成为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讲伫生活本质实现啦。吼、哦，是因为自古早来，吼、哦，我们就一路就是这样子。吼、哦。实现在吼、哦，咱讲充满丰足，也是喜悦光明。吼、哦，咱今日有得到啊，无得到，咱是饥饿匮乏，也是讲咱今啊，也搁伫为着这个现实生活，咱也搁有真济挑剔。吼、哦，不断的吼，伫、哦、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吼、哦，我们还没有找到你的弱点啊。所以咱定讲吼，放下最后，咱讲去得到这个提升，也是得到天悟。吼、哦，只要咱懂一切虚幻。真正你有甲放下，咱无这个世俗的是非利益，无这个物质欲望所束缚，咱才会当摆脱着这个肉体生命生死病苦。啊，所以咱唔只袂执着于小我。啊，所以呢，希望讲吼，啊，咱达摩祖师呢吼，伊甲咱讲的这个四道行呐、啊，吼、哦、称法行，啊，就是讲到法法相应，真性自力相应，各法清法行，法行就是咧讲按照。哦，咱讲道法佛法指引的生活，啊，就是讲按照佛陀所制定的戒定慧三学来求，要求咱家己。所以，从咱的生活当中的观点来看，啊，就是咧讲到吼，要来去理解良好的生活习惯，甲咱的工作态度。因为咱生活社会之中呢，咱想要爱拢是啥，大家拢是向，拢要爱努力向上达到目标。所以，讲达到每个具体目标。必须要具备一些能力啦吼，所以每一个人的能力要扎根，你要放在生活习惯跟工作习惯啦吼，不论你安怎生活、工作，
顶端，咱呢拢希望有这个良好的习惯，咱才袂面临吼啊真济吼，咱讲懒惰啦所养成的吼不好的习性，所以按部就班呐吼，咱唔叫我多啥，唔叫会当正式啊，对咱这个人生有了一个真好的肯定呐吼，啊所以咱讲肯定自己，咱才有法度呢。哦，培养到吼，咱的四道行哈，四道行啊，所以咱伫这个定学内底，每一个人吼，伫个这个保持一种吼啊，这个态度是真正是真重要。咱所欺骗的，啊是讲吼，咱欺骗自己，吼，有时呢人生是磨，吼，安尼磨骗咱家己的自心，磨骗咱家己的自性，一天过一天啊，啊，人能够修，那你要修什么？啊，咱要通过。吼、哦，咱讲无被外境所动，咱家己充满信心呢，遇事不慌张，处理杂物也能心安理得，别人也相对吼、哦、会信任尊重，然、哦、后，所以咱讲来讲到这个慧学，吼、哦、是指上来指咱人的觉醒，吼、哦，甲经验，吼、哦、咱的能力甲创造，然后甲知识，吼、哦、理想的想法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伫这个。达摩说的四道行来底，达摩来予咱世间人呢真珍贵的心团呐、啊，哦，理解并实践嘛是一种啥提升啦、啊、吼、哦。所以伫这四道行的洗涤来底，那咱家会当呢有许多无中呢，吼、哦，咱讲无明当中去解脱，咱才会当提高咱家己的生活品质，发挥咱吼上关的工作效率，维持健康的身心生活，而且生活忙碌现代的社会来底。好、哦，咱需要的啥？一寡修养来帮助咱家己，然后啊，咱才有法度呢啊，在咱这个人生中呢，不比物欲的奴隶，好、哦、来给咱驾领，好、哦、一生悲喜事实啊，最终于实现你生命的圆觉，然后圆觉，就是咱讲咱有去了解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四道行，好、哦，伫咱讲较简单简要了吼，给咱。啊，讲这四行，嘛是咱若做会到，咱的人生呢吼，理路就真通明啦。啊，真的是哦，咱讲一挂心性佛菩萨，啊，甲咱留一挂，互咱啊，咱自然对哪来哪清楚，咱家己想要爱啥，咱要追求的是啥啦吼。啊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呢，法喜充满。来，咱来听一段母娘的《莲花会》。
即马所收听一段《龙华会》，龙华会，来，龙华会是咱母娘的圣曲啦吼。所以咱来讲一声佛号，一念功，道尽祖先上西方啦吼。九天元灵灵得道，这就是咧咱讲母娘伫这个世上内底。甲咱讲诶，灵山圣地吼，老母真经吼，伫咱即个宝地内底吼，拢母娘交代啊，人间要办寿宴啊，啊人伴是为对，当然嘛为孝道，咱讲为孝道，咱去实践，福慧圆满，才有即个定功嘛。所以甲恁讲万卷千经说不尽，老庙人天传妙音呐。啊，这就是讲吼，咱既然老母人间传妙音，吼、哦，咱希望讲这个福慧吼、哦，要安怎来修？吼、哦，咱这定功要安怎来办呐？吼、哦，真经已经降世，咱爱去甲勤勤去甲研读。所以母娘定慧啊、哦，是世间的吼，伊咪甲你讲真济啊，然后人间每一个人，吼、哦，咱讲用世间法，要用咱人的方法去解决内心，吼、哦，要解决所有的种种，世间有真济烦恼。人讲打击啦，咱来看讲，咱是不是有法度呢？吼，坚持啦，吼，坚持，吼，行到吼，迄、那个人讲被称之诽谤是非对错的时阵，咱来拨开人我是非对事物对人，吼，咱徛在正道上呢。人讲荣华不改己志，富贵不改己心，忠于道有余法啦，吼，忠于道有余法。所以讲行者本身呢，必须爱坚持啦。叫做不改己志，每一个人啊，来到这个人间呢，所行过的路啦，拢爱经过。吼、哦，咱讲这个悔改，你才会当去了解什么叫做保持信念、参悟事理、原点要为对来啦。所以咱要去解决咱内心的种种的彷徨，人生过程。吼、哦，咱来到这，咱嘛是希望安怎？啊，伫母娘的这个主音啦吼，来给咱普照啊，母娘呢来给咱教化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吼，你拄到问题的时阵，他甲你拍死甲的时阵啦吼。所以咱常讲，人的生活中有一寡讲话啦、做代志啦，会再互咱不开心啦，互咱生气啦吼。有时阵呢，吼，你讲，吼，啊，咱呢根本啦吼，啊，咱不要说被，吼，因为某某什么事，吼，去影响咱的心情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呢讲啊，别人讲的话，吼，一直拢甲藏伫个伊。心肝底安怎放都放不下，想到一届搁气一届，安尼，咱来安尼，咱就从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，安尼嘛是，咱讲不必要了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别人对咱好歹吼言行啦，吼、哦、不需要讲吼、哦，每一个人都要去吼、哦、啊去个吼、哦、啊，你太在意了，反而吼、哦、会不自在了吼、哦。所以讲不要一般见识就好。啊，所以咱替咱家己啦吼，会当敬重家己吼，一寡吼，咱讲人人之间每一个人吼，拢有对待关系啦吼，啊，咱唔免为着吼啊，什么款代志，互咱家己呢心情吼闷闷不乐，咱会把身体的磁场能量会搞得不好，所以咱要安怎战胜自己，吼，就是爱先生，无要紧，这所有的代志拢总会过。哦、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只要自己要转念念转，心情就会快活。咱无得改变别人，只有改变咱家己。所以咱讲，人生一世太过斤斤计较，是苦了自己。哦、真的没有那种必要了、哦、所以讲、哦、正面光明磊落，咱会去得到啥上天的这个助助了哈。先来讲咱的正面光明，就咱家的心，咱有正面光明磊落。哦，咱讲天对必有人呐、啊，我们总是以真心对人呐、啊，好、哦，咱对当咯，对当吼、哦、啊、会有真心相待的朋友啊，所以讲咱和咱家己呢一挂时间呐、啊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不要哦让自己吼、哦、灰心丧志啊吼、哦，所以有真济哦，咱讲道亲孙啊济啦吼，有一挂问题吼、哦、解未开的时阵，咱讲三丈香夹咧。向到咱的母娘呢吼，
看这个了后呢，而且讲哎，好像母娘的那种哦，那个脸色哦又在变换，她在笑，为什么在笑？也讲讲囡啊，哦，这种代志是小代志，为什么你个藏在心肝底挂碍呢？哦，一世人真短呢，咱唔通为着这呢吼，哦，咱去甲这个哦，所有的每一个气拢甲用伫个家，哦，咱人讲生气也会什么会损自己啦，哦，咱讲身体嘛会损掉，人工嘛会损掉，啊，所以人哦有时阵呢，那拄到咧哦挂碍啦，未好势的时阵，然后我们还是会怎样想一想，哦，想一想，哦。啊，人讲这是咱过去的过去生所拄到的吼，今生今世所拄到的，咱要做一寡吼，啊，人讲知福惜福的事吼，咱今日呢，咱看到母娘，咱呢足欢喜，因为我回来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伫母娘的身躯边呢，我做一个母娘的乖灵仔囝吼，知福惜福啦，啊，然后造福，啊，咱呢，伫平常时咧修学当中，我相信讲每一条姻缘呐。拢是希望母娘的疼惜，然后阿咱菩萨的慈悲来给咱引导，和咱这个心量会越来越大。其实咱人生的目的呢，最主要是大概来世间要共同的吼来做好代志的。咱来世间不是要用刑具，来世间不是得要用批判，来世间不是得要来承受所有一切歹的。只要你转个念，迄、那个念头呐转过，阿你的光明自在，然后什么事都没有。啊、所以人讲一生中呢，吼，所有的啊，好好拜拜，吼、哦，在咱这个因缘内底啦，啊，所度到的，所以咱希望讲一切福德将心而建呐，吼、哦，干无不通呐，即身即是啥，就是会当予咱安怎，会当予咱改变真济，吼、哦，咱人之相乐，乐在哪里？乐在人讲自己能够营造。营造自己的幸福，然后啊也能够创造更好的，好、哦，咱讲福分，好、哦、啊参与，好、哦，咱每一个哈、哦、社会公益，然后拢会当予咱安怎，会当予咱呢吼，在这个人生中呢吼，创造自我的价值啦，有爱心有悲心，就敢那亲像菩萨摩尼同款安尼。来，咱今日的节目哪讲哪讲，啊时间已经到哈，而且呢，祝福大家哦，吉祥平安，哦啊家庭幸福。啊，咱有需要慈天必顺公吼，咱的香油款速茶贡宝小盘香普灵灯啊，咱要打电话来结缘，咱直接打电话吼，啊是要参加金蝉师公的这个补财课，咱打一通电话591605，我关心到今天的空哦，感恩，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